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被称为绿色钻石的巴西绿蜂胶吧。蜂胶是蜜蜂为了防止蜂箱内细菌的繁殖和腐败，在植物的树叶和花粉中混合蜜蜂的唾液和酶制成的物质。蜂胶是具有抗氧化、抗菌、抗炎、增强免疫等生理活性功能的天然物质。蜂胶的品质取决于野生蜜蜂栖息地的植被的质量，因此原产地至关重要。采集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天然植被制成的绿蜂胶，含有大量的阿特匹林 C 成分，具有更高的抗菌能力。巴西绿蜂胶，提升机体的免疫力，守护您的健康。